而国民党今天举行了中央委员选举，被外界看好参选台北市长人气很高的连胜文，他的中央委员排名大幅跃升，从11名升到第三名。连胜文的好朋友也都顺利连任，俨然形成了连家帮。人高马大，连胜文一踏进投票所，支持者远远就看到，兴奋欢呼。连委员呐！选的是国民党中央委员，但支持者纷纷喊市长。加上竞选文宣，首度出现妻子蔡依珊一同拉票，莫非太做点头，让连胜文挑战更上层楼。突然一起照相嘛。然后大家都解读说，您家人好像开始支持你要选市长，然后你的感受？这可能跟。这应该是无关的两件事情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那你自己有意愿吗？谢谢大家关心，谢谢哈。态度保留还是不松口，不过连胜文在党内青壮派不仅有人气，也越具实力。竞选中央委员，累积基层动员经验，特别助理也是重要幕僚徐宏庭同样挑战连任，还有好友中常委李德维都被视为连家军重要力量。选不选或许还不到说的时候，但连胜文挟党内超高人气和累积的基层实力，或许有机会如同身穿的林来疯 T 恤问鼎市长宝座。余点。TV 朱启瑜综合报道。